祝贺你，终于定岗了。是啊，终于可以回家好好睡上一觉了。嗯，辛苦了。谁让你是我的老板呢？别这么说，说的好像我压迫员工似的。你就是。那我给你加工资。先请我吃饭呗。 没问题，吃什么？大餐。很奇怪吗？别忘了，我也是个普通人。你喜欢吃这些东西吗？你喜欢我就喜欢。 这个给这位美女买朵花吧。多少钱一只？5块钱一只。谢谢。嗯，挑一只你喜欢的。 对了，我听说他们这儿的鱼豆腐好像特别好吃，要不咱们来一份吧？鱼豆腐是这家店最有名的，这条街也是最有名的，特别好吃。哎，老板，再给我加一份鱼豆腐。我听说啊，他们家这儿的鱼豆腐特制的，而且那汤特别的浓。还有他们那个小料啊，就是蘸了以后够了。那。 老板，那个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够了，艾玛。我不想让你成为谁的替代品，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公平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来了？都几点了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晚上6点和我一起去见 COM 的总裁。我记得我也说过。 我想请一段时间假。你还是没有想清楚啊，黄磊。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完，马上回来工作。不行吗，潘老师？你已经离开了1年了，还在乎这2天吗？ 在这1年的时间里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区区的2天的时间，你能改变到了什么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现在一心不想见你，是为了别的人吗？心里只有我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一心里只有我。
不会有人。黄脸，你太天真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没有朋友吗？没有亲人吗？没有比你更亲近的人吗？我觉得你去问问他，什么都明白了。真的想好了，边走边说呗，走啊。我觉得他在你家待的时间也够长的了，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也该跟我回家了。我去吃你拿东西。这是你家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有什么事那边说吧。坐吧。怎么，不方便啊？一心在我这儿。看来是真的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不能让你看见他。你觉得你能拦得住我吗？一心不想见你。他想不想见我，也轮不到你来做决定。艾伦，艾伦，艾伦。艾伦，艾伦，水都装好了。一心，你真的在这儿啊？你回去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一心，一心说了他不想见你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一心，黄恋，一心不想见你，让开，不可能，我把话说完我就走。一心，黄恋，一心，黄恋，陈一心，一心，黄恋，让开。
水，坚持住，别离开我，坚持住。为了这发生的一切，对不起。可是我已经回来了，我找到你了，不是吗？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会做很多事情，做这些，我都是为了可以给你想要得到的一切。我们可以从头开始，听见了吗？一心，看着我。王恋，你欠我的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一句道别。你跟我说一句再见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不会跟你说再见的，永远都不会对你说再见。擦干净了吗？啊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快点，磨磨唧唧。啊，我能尝一尝吗？当然不行。他们呢，还没准备好见人，还得在瓶子里再待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还有别的工序吗？剩下来的工作呢，就交给他们。塞子保护着瓶子，塞子本身是透气的。酒装在瓶子里，透过它们慢慢的跟氧气接触，从容的完成那最后一道工序。可是酒一旦打开，塞子就会被扔掉。对啊，那个时候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。可怜的塞子，你守候了酒的一辈子，但却被别人无情地喝掉了。他们只是羡慕塞子，但是他们还是很可爱的。
上去，有人来了。短短的一年时间里，你们都变了很多。那就请潘老师说说，我们这么长时间都变了些什么。你们的酒怎么样了？我算了下时间，应该已经装瓶了吧？嗯，再等三个月就可以上市了。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记得我走之前，你们的酒刚刚装桶，对吧？那个时候的你们，就像是刚装桶的葡萄汁儿，青涩、甘甜。现在再看看你们，都已经有了酒的味道了。我相信，很快你们就会像那些名酒佳酿一样，散发出醉人的味道。但是一定要记住哦，好酒一定要先让给懂得品尝的人。潘老师讲的真好。啊，对啊，潘老师，您说的真是太好了。可是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像您说的那样的人呢？不过。我们家蛋壳倒是遇到了一个。哦，我去给您倒点咱家的酒。好。潘老师过来，不会只是来聊天的吧？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们了，我就是来叙叙旧的。叙旧。潘老师生意大，他很忙。如果只是来叙旧的话，我们的面子也太大了。那天，这么长时间里，唯独你没有变，说话还是那么的直接。你是来谈生意的，开门见山吧。庄本来产量就小，今年还发生了好多事情，所以能酿出的葡萄酒就少之又少。我正担心怎么才能还上贷款呢。您有办法吗，潘老师？这很简单呀，把价格提上去不就行了吗？那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呀，我们本来销量就不好，再一提价钱，还有谁买呀？我，你们今年有多少产量？一万瓶左右。我出三倍的价格收购你们的所有的藏酒和产出。真的吗，潘老师？您太好了。潘老师，您品味这么高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酒庄的酒啊？那这一次又要贴哪个酒庄的酒标呢？当然是咱们酒庄的酒标啦。潘老师要赚钱，他肯定不会贴咱们酒庄的酒标，他会贴别人的酒标，贵的。没错，我是要贴别人的酒标，这只不过就是一种商业手段而已。把你们的酒贴上别人的酒标，也可以在这圈子里做一个很好的广告。不然的话，单凭你们这种毫无特色的口味，恐怕连500瓶也卖不出去吧。杜山，你说呢？
知道，这对于你们来说是有些不公平，但是你们得到的一定会比失去的多得多。杜山，别听他的，她是酒庄的女主人，我们应该让她自己做决定吧。潘老师，对不起，今天让您白跑一趟了。这酒我们不卖。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。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这酒我们不卖，我们宁愿自己坚持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最好的坚持就是如何生存下去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舍不得把咱们的酒就这么白白送给别人。对，肯定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们应该狠狠地敲一下那姓潘的，敲他大牙。嗯，哎呀，不是大叔，是咱们根本就不能把酒卖给他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说。可是除了卖给他，咱们又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咱们今年的这批酒，就算以历史上最高的价格全部卖出去，转回来的钱也不够还贷款的。哎，说句话呀，你是酿酒师，这酒该不该卖？咱们酒庄的产量确实太小了，而且又没什么名气。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卖的话，肯定卖不出潘潇给的价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事实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面对它。但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这么想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是。杜山，我答应过你，我酿的这批酒，在它上市的时候，可以让你骄傲地写上你的名字，并且让这个名字永远地留在喝过这批酒的人的记忆。我有信心做到，所以别放弃他们。我不想让他在上市的时候，酒标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。那我也答应你，玻璃城堡的御用酿酒师那天先生，在这批酒上市的时候，酒标上也一定会写上你的名字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在这批酒上市之前的三个月里，咱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减少一切开支，保证酒窖的正常运行。在没钱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儿就是变卖东西，这件事儿我跟逸轩最干好。找钱这事儿吧，我最不吹牛了，不吹牛了。那个，我会尽力而为的，尽力而为。那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身边真好。那咱们一起加油吧。好，走一个呢，加油，加油。加起来，你想要的数目还差一半呢。
我算是没办法了，酒庄所有能卖的东西我都放到网上了，说不定有没有人买还是回事呢。蛋壳，嗯，要不把你那车也给卖了？不行，谁都不准卖我的车。而且我能买我的车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如果你们把它卖了，你们对得起他，对得起我吗？那天你别这样，将来我可还不起他那辆车。哎，但是酒跟车到底谁重要？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作为一个机车党，怎么能没有车呢？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一天你能连我都不要了？大叔，咱们酿酒不是为了这样的牺牲啊。什么牺牲不牺牲的，不跟你说了吗，即便是你们没有办法了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咱们现在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你有办法吗？我当然有办法了，放心吧。孩子有困难，家长怎么可能不管呢？你知道吗？原来每天的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会在一起聊上很久。那时候，全世界好像只有你愿意听我倾诉，愿意听我说自己心里的话。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。我第一次逃学，第一次在背地里骂我爸爸，第一次喜欢上画画，第一次爱上一个那瓶酒，除非找到那瓶酒，否则今生今世永不相见。早上好，杜山。要打起精神来哟。衣服都拿去卖了，穿什么呀？
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说你就不能大方一点吗？这是在救你自己的酒庄啊！再说我的东西都卖了，你还那么小气嗦嗦的。这不是我，不是你是谁？这真的不是我搬回来的。我的车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昨天谁说要卖我的车？今天我车就被开回来了。没有啊，昨天确实送过去了。这是谁推回来的？杜山，你知道吗？我叔呢？麒麟叔呢？你看见我叔了吗？王麒麟，大叔。大叔走之前，把所有人捐出来的东西都给拿了回来，就连我推去修理厂卖掉的摩托车也给拿回来。他这完全摆出了一副一切我来搞定的架势。也许他就是想出办法了呢。咱家叔有多大的本事，大家都应该清楚吧。咱们还差多少钱啊，杜山？他想在这么几天之内找到这么一大笔钱，反正说来说去，要在这几天用到这么大一笔钱，也只有一条路。他的老路。可是他已经答应过我，他再也不会赌了。来，陆哥。哎，杜山，这事你早跟我说，这些钱我们帮你出了不就完了吗？就是，杜山，要不然你先让他们帮你把钱出了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呗。不行，谢谢大家都一直这么在我身边陪着我。帮助我，但是我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叔就是因为这个才出去冒险的，他知道我不想这样。可是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对不起，那天。恐怕我要失言了。什么意思啊，那天？杜山，你要干嘛？你宁愿拒绝大家的帮助，反而投向一个骗子是吗？蛋壳，咱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就算有了钱又怎样？就算能把所有的酒都卖掉又怎样？酒庄还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潘老师说的对，咱们首先先要能生存下去，才能谈到荣誉。我就是不允许你去找他。你已经跟那天在一起了，能不能先把跟潘老师的事儿放一放？酒庄是你的，你决定吧。我出去走走。独山，你是主人，一切由你决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朋友永远在你身边。
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他来干嘛？杜生，什么意思啊？同学们，我们又聚齐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有我的学生黄炼专门品尝玻璃城堡的红酒。黄老师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好。